羊肉切块，加入洋葱、盐、胡椒粉、大蒜粉、洋葱粉、辣椒粉、甜椒粉、十三香、料酒、淀粉、孜然粉、蚝油，来一个全身按摩后冰箱静置半小时，开始穿串了，全是技巧没有感情，肥瘦相间的肉才好吃。排排坐，一、二、三，烤箱200度10分钟后翻面继续烤5分钟，撒上最爱的孜然粉和辣椒粉，垂涎欲滴，浅尝一口，美滋滋。